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涛鸡婆。今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哈，现在是早上，今天早上我们都要起得很早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吃团年饭，这一顿饭非常重要。但是在吃团年饭之前呢，我们需要把家里的卫生做好，然后需要把我们每一个门的对联贴好。现在我们准备下楼去贴对联，然后准备我们的团年饭，也就是年夜饭。我来炒啊！你讲好了，你还不能炒？来，炒白菜都行。好，我来丢开，丢什么？你不走，这菜我们切的先熟，你就整个肉炒完。炒对眼儿。我得先炒对眼儿。你们还要包点肉。好，我来炒几个菜啊，炒几个青菜，大菜不会炒。好，这是炒的一个黄豆芽，加一点盐。好，下一个菜我要来炒豆角，炒肥肠，肥肠是我们买的现成的啊，现在锅已经很大火了，倒油。放点花椒，生姜。大蒜爆香，爆香之后倒入豆角，大锅炒菜好爽啊！随便转，随便发挥。过年开始了，已经有别人在放鞭炮了。下肥肠，放点红辣椒。倒一点点粉，焖一下，来点酱油，准备出锅。炒好了，我拿的是一个对联，妈妈说我贴完对联，我才可以真正的过年。好，那你跟爷爷开始贴对联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，小子？我想爬楼梯。你还想上梯子呢？是。我看你不是想贴对联，你是就是想上梯子。天哪，你太危险了你。这一幅比较宽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有。贴到我们正大门的，我来念一下。小哥，你认得这字不？不认得。不认得，来，我教给你认。跟着我一起念啊！吉祥如意，福星照。这叫什么来着？荣华富贵，事事兴。来看。好，我来看。现在正在贴。好，可以贴。小子，这是横批，横批是万事如意。说，万事如意。对。好，小子，把下面。来。太小了，行吧。行。贴亮啊！好贴。啊。现在是贴年画了，是贴我们家的门神。这个是秦叔宝。妈妈，这画的是谁？这画的是一个门神，然后呢，这个叫尉迟恭，然后他是我们的守护神，所以我们要把它，所以我们要把它贴到。它只是一张纸，根本就没搞用。但是贴到门上就可以保护我们的。咋保护？是不是很喜庆？跟那个值班告白。上去一点点。今天做团年饭，饭菜很丰富，所以只要是灶，全部都要利用上哈。我把这个灶给利用上，炖上汤。这是早上生的火。
再来塞一个。哎，中间就是这样的，平时我们就在这个上面烧热水。这是买的猪大肠，兑上热水，加上去，盖上盖。这边的小灶上，我正在做炸鱼蛋，年年有余，所以一定要来一个鱼正宗的。再不一定正宗啊，这个我正宗。这边还有一个大鱼头。待会儿这个鱼头做成鱼头肉汤。锅里面现在烧鸡子，烧土鸡子，土豆烧鸡。土豆烧鸡。这是我们家的大桌子，一年难得用的用一回的大桌子。然后今天的话就做这种高板凳，马上我们就开始吃团年饭了。酒杯。小泽，待会儿的大肠边你来放好不好？你敢不敢放？边是啊。就是我们要是吃团年饭的时候，之前我们一定要放一个大大的大肠边。我敢放。你敢放？来。耗子种类的我全都敢放。厉害！你脸怎么了？这里。我连土雷都敢放，只是炮王不敢。嘿嘿。旋转陀螺也是。旋转陀螺也敢放。嗯。充电炮我现在给敢放了，不用说。你要表演放充电炮，拉来了没？爷爷又给我放那里去了。爷爷又给你藏起来了，是不是？火很大，这香料一下子就是啥？好，下鱼头。就加个碳出来是吗？等我来给你夹，我来给你夹来。我给你夹一个大火炭，行不行？这个带火苗的火炭，哎呦，这个带火苗的火炭，好不好？好。或者你把它踩着。我们的团年饭马上就好了。太丰富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含着十一个，然后还有一个凉菜，十二个，然后还有一个鱼头汤，还有猪蹄汤，哦，太骨汤。这是新鲜的鱼头。好大一头、啊、这是鱼头啊、嗯、对，以后我会学你。妈妈妈妈又要少一点的、啊、每天都会长一大堆。妈妈这个有洗、啊、这锅里面要蒸米饭了。我把这个鱼汤攒到这边来啊。好，现在这个锅我们准备蒸今天中午的米饭。这就是正儿八经的柴火灶饭。
水，防止它待会儿糊了。二一个的话，锅巴就。嗯，那我们咋回事？怎么死？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他不来。手机没有拿上来，啊，手机没拿上来，去拿手机。哇，小泽，真乖。好，往这边走啊。我把这个。哇，大鞭炮，小泽看大鞭炮，看我。让小泽放，我敢放。放一小吧，大威力虽然高，但是很久。放。四百挑战。这是我们团练饭的大长鞭。小泽，这个长鞭长不长？长点，长点，就是入墙门。我垫住了啊！再捏放点香菜，来，爸爸，来给你一个大猪蹄子。哇，小泽这么孝顺啊，这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小泽好孝顺啊，我的天哪！爸爸，我来，爸爸一块大猪蹄子，给爸爸。哇，厉害了！哎，这镜头我们。我就觉得你肚子你已经非常胖非常胖非常胖。好，谢谢小泽啊。走，你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去买花了。是的，我听到今天早上，就是我姑姑对我爸在那说：“小泽，坐下来，坐在板凳上。”对。哥，能不能陪我喝一瓶那个丰田茅台？哥，能不能陪我？你还听不听我们讲话呀？那我给你挤啊！你把给的吧？你不给爷爷？我来给你加五个呀。小泽的红包要给妈妈收着。不行，谢谢爷爷。啊，一千五的红包这个哦，好，一会儿再加。我这一下就给你，小泽发财，小泽发财，我得加五个。小泽，你明年不给我整个大奖状回来，我要揍你。天哪，我这次是个暑假的奖状，可以吗？来点给你，明年暑假要给你来这个奖状。小泽，你太好了，我不要你这个，给你，不是养活你自己吗？你。小泽是小财迷，在已经开始在那数钱呢。小泽。你收了多少钱了？两千，交给妈妈吧。3500，交给妈妈。你这样说了，我都忘记我数到哪了。好，你数清楚了，交给妈妈啊，妈妈保管。不要，这当然是你太小了，要包交给妈妈才行。不疼呐。来，哥哥，走你。爷爷，我们家。二一，这个饭全是摄像头。你看我给他爷爷，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小孩子。小泽又最爱炫富了。我们这儿有硬骨。干杯！干杯！过年好！过年好！爸爸好久了，妈妈好久了。我哥哥也好久了，完，哥哥你这个表情跟王小明不太一样。Hello， 我们他吃完团练饭了，我们现在到沟坑来了啊，我们准备从这一条沟上去，然后去给爷爷上坟去。啊，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家一些祖先都是在这里安息啊，主要是我的太奶奶，还有太爷爷，还有我爷爷，然后我爸爸呢就是在这里出生的。哦，爷爷。我们来之前，三叔已经他们已经来烧了啊，他们都过来了。这是太爷的份吧？你是宝宝还是贝贝？啊，这是我们太爷的份。哦，贝贝。这是爷的份。爷的份了，乐儿下的是太爷的。下的是太奶的份。哦，
这儿还风一脚慢，把你头毛给烧了，你再逗着风烧。我们这来给粪上长一个鲜花籽，我儿子，你看见这粪还瞎卖的没的东西。对，来来跪这里，来跪这里，来来跪这里，让爸爸教给你。嗯，莫尔达，你妈又火丢了。哎哎，我只是想烧。不是不是，一张一张的，先跪下。对，先按照顺，对对，这样的。跟太奶烧纸，哎，这样的，嗯，这不是太奶，这是对于他来说是太，也是太奶，太祖宗，太奶。哦，好了，我都丢不着，随便丢。哎，好好丢，不要翻过来，不能翻过来，就口着，口着。丢它又被风吹走。口着，口过来，看这样，口过来。这是没捡完的方式，把这褶子挖了。我要去玩兔瑞。现在马上就要到12点了，马上就是大年初一了。已经有人开始急不可耐的开始放烟花了，啊，还有1分钟，刚看完别人放鞭炮，现在我们家也要开始放了。好大一点鞭炮，现在是绕大圈。哇，今天这鞭炮放得好快呀，鞭炮了，看这，这叫雷拱啊，叫土雷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出行完毕了，现在是初一了已经。今天我们不能洗脸啊，也不能打扫卫生，睡觉呢也不能喊，反正今天就是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那都是财，都是运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